阿庆嫂抽烟，人家不会，你干啥呀你？他抬头不我背，又不我扛，他深情不依又不要丢可以，好的什么鬼花样？哥们，到底是姓江还是姓王？我但要旁敲我侧击。阿庆嫂，是才呀，听得司令讲，阿庆嫂真是不寻常，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，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，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。